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的产品去做一个量产的部分，我们有资金，有这样子的一个平台，把我们的产品推到更多的地方。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得到一个成绩，像是优选的这样成绩，我们也如期的把我们的产品把奖金拿去作为量产基金，然后作为一个商品的一个销售这样子。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。